知道那个不是就是被骗，然后去拿枕头呀？你有看那個网络吗？然后就被骗说要去买那个是喊东西啊，然后是大学生啊，然后喊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怎么录啦？有在录啊。你在录干嘛？干嘛一直录你自己的肚子？我哪有肚子？跟杨孝文啊，他真的很白痴啊！你现在有录吗？哎呦，聪明有录哎！快点，你看孝文好变瘦，你看镜头都是骗人。哈，对呀，镜头啊骗人，臭八怪！抓没会被？对。快点，就继续讲啊！你说那个向日葵，快点把它干掉。不要，我们去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存机车去踩向日葵。而且还背音当不了错的，哎呦，我去这里也太痛苦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变腔了，是啊，你讲说不敢聋，我觉得很好笑啊，耶、yeah ，哎、欸，我们家猫去哪里？想去哪里？就是我们去完集集以后去哪里？集集以后几点的啊？好，把它关掉，什么关掉？按一次那个拍的那个。好了，我们 ending 啦，秀武就看不到你了，拜拜哈。